这首歌啦啦啦啦啦，二十几年前呢，我们都混东区，录音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常常都跑去王德坝。王德坝楼下有一个欧连摊，哥哥跟妹妹一起经营的，一两点都做到天亮。妹妹呢，好像有一点脑性麻痹之类的。每次碰到我就说：“申哥，如果你有写信歌，可不可以叫我去当你的女主角？”我就讲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”然后就吃藕莲啊，然后喝酒啊，然后就下班了。这样日子过了好几年，后来过了大概五年八年吧。我有一天在光复路口看到他坐在路边，穿着一身黑，我就跟他打招呼，他有点不太认得我了。后来又过了两三年，新的专辑出来了，有一首歌叫《发条兔子》，然后就请人家拍 MV， 就进片场的时候看到他坐在旁边，他看到我高兴，他说：“坤哥，我来拍你的。”我终于可以当你的女主角了。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怪怪的，就问导演说是怎么回事啊？他说我教他演女巫啊，就是发条兔子，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，发条兔子一个女巫就是他演，他把她化成女巫，他有点不是脑性麻痹，我就觉得不高兴。我说你这样弄他好吗？然后他刚来就来的，就让他完成他的拍戏的梦想好了。但是你不要告诉他是女主角啊，干嘛说他是女主角呢？戏就拍完了。确实，我们也不需要什么女主角，但是他一直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很沉重的影子在里面。后来又过了三两年，我在光复路口碰到他，他不记得我了。他完全不记得我了，我跟他打招呼，他不想看，怔怔的看着我了。后来这几年再也没见到，大概是做天使的吧。OK， 啦啦啦啦啦。你说你最想当女主角，那是街上的行人来去匆匆，恐怕这个城市里谁都演不好，我们自己该有的角色
解啊，上帝的爱是否看见我妹妹在黄昏时走去了哪儿？星星